小黑吗？给他点肉包吃嘛。嗯，穿个袜子。他真的不怕冷，他不怕啊。黑猫宅急便。对呀、啊。黑猫宅急便哦，送货的。所以你要送货到。小黑猫，小花。那感觉很像逗猫棒那种。你看他这个好可爱哦。他抓到他的脸。好可爱呀、啊。小黑猫有点瘦哦。哎，拜拜！哎，他亲我。这小黑猫。送你那很好，送你是要把它压到那边，对，然后今天。小黑猫。就是你要买到这些吗？就像算算算。你都送小黑看看。那个蒜酱不是吗？小黑。小黑。大家都把它。有了有了。羊蛮热嘛。哦，好凶哦，好凶猛哦！他咬你。哎，他黑猫好无奈呢。小黑猫，它前面是黑，脚是黑的，后面脚是白的。白色的比较活泼哦。小黑猫感觉有点瘦，你不觉得吗？要录影。嗯。那不用照相。我可以边录边拍啊。怎么样边录边拍？你看，快看，他现在不在录吗？嗯。这样子啊。对。就大概三十。啊！哦！再拿起来！等一下，好，停。等一下。好可爱哦！有照到吗？有啊。那照到小黑吗？打架。好，走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